祝你今天去学校，他们考了PSDV。 要买啊？15块一公斤。15块？前两天我才来买才10块，不了吗？阿妈，我记得刚刚两天不了啊。没有。没有呗。啊，你忘记了。我介绍你这只了，这只算你便宜，10块钱就好了。10块就10块啊。 哥，给我抱起来。哎，阿妈。 你知道做咩？你查某孙咧？我那是等我查某孙放学啊。阿妈，今日日学堂放假哦，无学生来读册咧。学堂放假啊？对啊。哎呦，是啊，我搁未记起了，唔知影咧。你等出生，我知道几头真严。啊，我等出我查某孙咧？哎呦，你放心，我看到你查某孙，我会再证。 你该我再等啊！对啊，你等出生啦。啊你，我先等啦哈，啊无我许爱吵了嘞。对啦，哈。啊啊，你等出生，你到厝了，叫你查某孙靠我。哦。哦，你先等先啦。哦。啊，你感谢了哈。好，感谢了哈。啊，OK，我先走哈。 哎呦，刚刚好，阿妈今天煮这个鱼，你最喜欢吃的。哇，看起来很好吃，阿妈。好吃，吃多一点。好。啊啊，来，阿妈刚才去买鱼啊，看到这个巧克力哦，阿妈觉得你最喜欢吃的，阿妈买回来给你吃。对呀。啊，谢谢阿妈。不用，跟阿妈还要客气。哎，嗯，你考的。 PSRE考到怎么样？阿妈，早就考完了，我拿满分啊！你早考完了，拿满分？嗯，阿妈，你看我现在已经在工作了。你工作了？嗯。是不是？哎，你很久没有回来看阿妈了哦。好啦好啦，阿妈，我明天也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明天来看我？嗯。 阿妈希望你每天都来看阿妈。好，每天都来 ，OK。 阿妈每天就煮这个鱼给你吃哈。哇，这么好啊！吃啊吃多一点啊！阿妈这鱼好好吃哦，好吃还是吃多一点，吃多一点。这个鱼很贵嘞，一条10块耶。哇，这么贵啊！哦，那我一定要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阿妈，你也吃。啊，对呀。 不要丢掉啊，浪费嘞！哦，要吃，要吃完。啊，他的这阿妈煮这个这给你啊，适合你吃吗？嗯，很好吃，好吃啊。嗯，阿妈你也吃。放那个洋葱啊，嗯，切切小小，以后你大了，你都可以学阿妈这样吃。好好，阿妈吃饭呢。好好。